谢谢啊。啊，有一姑娘喊于老师，我爱你，不知道脏净。哎，什么话？怎么脏了啊？可以允许允许，这还不是在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，那是啊，人这么喜欢咱们，咱们好好说相声。对，对不起大伙儿，一晃就是多少年了。嗯，我们是2000年左右认识的，是一路走来到今天。嗯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是有点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，交心很好啊。现在有时回头，想想当年，我特别的感慨。怎么呢？现在相声是挺好的。嗯。大剧场小剧场都演，出国商演都不错。是我们哥俩认识搭伙说相声都快穷死了，那时候真没钱，也不挣钱，演一场10块20块，可不30-50。嗯，你说我们怎么活呀？那会儿那还得过日子呢。但那会儿谦哥比我还强，稍好一点。我这人死心眼儿，嗯，交朋友也差点。嗯，谦哥喜欢八面玲珑，他好喝酒啊，没事啊，他跟朋友吗？朋友们多，那会儿净跟着拍戏去。对，是吧？是，那会儿又没少拍，羡慕。嗯，哎呦，这于谦儿，你小啊，能拍电视剧，挣钱挣多点儿。海马歌舞厅啊，那早了，编辑部的故事，剪几个镜头啊，什么金花烟云，啊，后边的都演过。那会儿咱又羡慕。嗯，后来谦儿哥拍电影了，哦，我们看着都这嫉妒的都不行了。电影又有什么呢？电影是大艺术。嗯，拍电视剧是糊口。嗯，真正拍了电影上了大荧幕，那是艺术啊，那就是搞艺术了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嗯，他拍的第一个电影，嗯，叫寡妇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别说了啊，我演寡妇啊，我胡来吗？就是啊，你演寡妇的丈夫。第一场戏就有你，怎么演的呀？第一场戏，嗯，就是上坟。我演那死的丈夫，头一面就是你。哪儿呢？背上有一相片。哎，这好，我这戏里边就用我一张相片啊。哎呦，这不头一部戏吗？啊，第二部戏您就是男主人公，我还上得快。这个戏叫墨，名字就前辈，男主人公拉着墨。周游世界，我演一驴呀！我墨上写着世界，哎，也好嘛，还是在屋里没出去。第三部戏就厉害了。第三部是什么？导演找他演一个老年人，干嘛找我演岁数大的？粘胡子啊，这是对您艺术的认可。怎么说呢？这你比如说，嗯，茶馆，于世之先生。哦，演王一发，对，扭打年轻演到老，老掌柜，就说明认可你的演技，那真好啊。导演说：“谦儿啊，演的老人你愿意吗？”是啊，这是一个很善良的老人，哦，好人，但是教子无方，不会教孩子。你听儿子这名儿，嗯，张二狗，听着就是讨厌的孩子，这孩子不学好，嗯，父亲劝他，哦，不听，最后起了争执，嗯，把父亲杀了。哎呦！毁尸灭迹，太狠了！这小子，这个电影叫《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10万火急惨案恩仇记》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怎么那么长一名字呀？小电影院看完了，你都不知道片名是什么？怎么呢？荧幕太小，好嘛，名字拉不开。这俩电影院才拼出一个名字来了，那谁看得懂啊？那太厉害了啊！头一场戏，嗯，就是刑警队接到了报案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刑警队接到报案，那就是我出事了，还是没我呀？打开棺材就是你，死的剁碎之后放火烧掉的那个，都成灰了，黢黑呀，黢黑，啊，还不如相片呢。这个，哎，最后片尾字幕，嗯，死尸扮演者。这个戏红了啊！香港导演找来了，还找我呢，于老师啊！啊，恐怖片要不要搞一搞啊？头上那就够恐怖的了，这个好厉害！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谁看过，有一个系列的电影叫什么？叫饺子。哦，有
哎，香港的片子，嗯，就是杀人犯，是把人剁碎了包饺子，好人。哎，请您担任主角，我演馅儿。这回演一肉馅儿，我还包在皮儿里头了。嗯，哎啊，还有韭菜呢。哎，我跟韭菜在皮儿里演对手戏是吗？我都没听说过。水流千遭归大海啊！到最后于老师又回来说相声啊，这是从小学的。说句良心话，这门艺术不好来，哎，真有难度，真的啊。嗯，不管是形体，嗯，声音表演以及你的个人的特性，嗯，都很重要。是，还得有嗓子。有啊，现在你说大剧场还有个话筒，嗯，当初老先生拿过话筒啊，就凭嗓子，肉嗓子，2000人的园子也没这个，对，全是这点气儿兜着，哎，丹田气，丹田气兜着，坐了哪儿都得听得见，嗯，保护嗓子。哦，真是老先生聊天呢，过去那个，嗯，甜的不吃，怎么的，齁着，哦，就保护，咸不能吃，咸的嗓子淹了怎么办？哦，醋不能吃。酸的怕折腾，哦，辣的更不用说，而且，嗯，大米饭把两边的尖儿都嚼上去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哪像于老师，我呢，这么大个的馒头，啊，两个两个往里边扔，嚯，这俩馒头谁还碰不见谁？好家伙，我这下水道嘛，这不是？当年我们有一位。京韵大鼓的前辈，哪位？鼓界大王刘宝全。哎呀，那了，几乎这辈子没吃肉，哦，素，就是以吃素为主。哦，偶尔想吃点荤腥的，嗯，炖一锅牛肉，哦，用牛肉汤烩点菠菜，光吃菜，这就行了，这就算吃肉了。哎呀，睡觉前切两片梨，这什么意思？雪花梨，大鸭梨，嗯，啪啪。来两片干嘛？横在嘴里面，这有用啊！早晨吐出来，这梨都黑了，这黑弹火勾出来，多讲究啊！就这么讲究，嗯，我也试过，也狠梨。睡觉前来俩大梨，嗯，切成片哦，横着躺着睡了。我有个毛病啊，睡觉爱咬牙。咬，这就咽一片儿，这可怎么弄啊？嗯，后来我跟我媳妇说，啊，我说你今天惊醒点，干嘛呀？你先别睡，哦，你坐这看着我，看什么呢？你看我这梨，你只要一咽下去啊，你给我续一片。好家伙，还带续梨的呢，哎，续一片，哦，记得住吗？啊，记得住，睡吧，这点事儿不叫事儿，喝一片睡觉，嗯。早晨一睁眼怎么样？嗯，没有，没续，把我气坏了啊！你人怎么这样啊？嗯，让你给我续梨片，你怎么不续呢？这说话不算数，废话。怎么了？谁说没续？续了吗？3分钟全续进去了。嚯，啊！就这个我还饶进半斤饼去呢。好家伙，没听说往里续饼的。下不了人家那个功夫，哎，那是，要不刘宝全先生是鼓界大王呢，唱的真好，唱大鼓，人家头一份，嗓子好，到了60-70岁，那个嗓子还跟小姑娘似的，就那么上，那么甜，那么脆，嗯，那个好，干净，关键是是吗？流派的唱腔就是这样，哦，啊，嗯，唱段是金刀铁马，是是，动作竟是用的京剧的东西，刀枪剑，让你瞧着。真好，嗯嗯，你看唱那个哪段什么大西厢啊，啊，什么单刀会啊，呵，什么赵云截江啊，嗯嗯，哪个都好。哎，您来一段，咱们听听怎么样？啊，唱一段这个。哎，最近哪能听出来？天一凉啊，就感冒发烧闹嗓子，是啊，学不了人家那个高度。哦，我稍微低了点儿，您听听那个意思就行，听个味儿。哎，刘先生可能在这儿啊，我可能就在这儿。哦，没关系，这就差的不多。让着，差哪儿去了？你我操，蹲地下听了这个。嗯。嗯，张昭献计呀。
人国将周上领命匡郡主，夫人念母也思乡，片言却成乌青棒，打散滩头对鸳鸯，到后来孙夫人难免投江死，永别西川汉中邦。学人家一丁点皮毛，您客气，跟人家没法比。你也不错啊，是是真的啊，啊，这是真听了是吧？我小的时候古曲我也学过啊，最早开蒙是个评书哦，学的评书啊，我说评书开的蒙哦，后来才说相声。嗯，说相声也先站桌子里边捧哏，我捧哏出身哦，桌子里边我干了十年，那么长，后来实在是跟外边着急，我就出来了。哎，这好了，但是我个人来说很喜欢评书。哦，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啊，这真下功夫，单凭这一个人全场多少人把你扣住了，让你踏踏实实的听我说，全得跟我走啊。过去后台唱戏的，嗯，梅兰芳先生、马连良先生，不管谁、啊、一见面，老板您来了，我、啊、叫老板，叫老板。对，什么叫老板呢？嗯，因为我要带领着这些人唱戏，哦，他们指着我吃饭，这叫老板，这叫老板。嗯，说书的尊称叫先生，有学问。说书的后台供孔圣人，嚯！所以你跟说书的说，王老板您好，他不爱听。是啊，一个人管谁呀、啊？哎，对对，那倒是。哎，但说书简单，三样东西。哪三样？醒目。哦，醒目啊。嗯。拍这个。嗯。但是这个不能作为辅助的道具。这个包括节目里边说，来人一敲门也得用嘴学，啪啪啪。哦，拿这个。让人笑话，不在老先生说了，你这是歇棺材板子，不好听啊。但是呢，艺术它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听四川评书啊，人家这个用的特别广泛，是吗？刘备，嗯，关羽，张飞，仨人拍三下，赵云，哎，好嘛，下次再见。哎，完了，就介绍这四个人合着。四川评书手里这醒目不离手，啪啪啪老拍着。哎、嗯、还有这手绢。哦，手绢在节目里边评书里边都是作为道具，有什么用？大姑娘拿着一擦汗。哦，手绢。哎，拿起来绣花干热、哦、这个擦汗这不行，也不能擦。假的可以。嗯，真擦自个儿玉米一块。哦，这块不能用。嗯，还有叫扇子。嗯，扇子在台上什么都能用，但是不能扇。哦，陈春林瞧那个说相声站着，嚯，这孙子心里没底。哎呀，连续翻身不遂啊，那就干点别的去。就说是扇子拿起来就有用。嗯，没用你拿它干嘛？你这要晃晃晃晃、嗯、观众看着就会乱搅和，有什么用？哎，枪。哦，这就是枪。这就是枪。嗯，对，这个这就是刀。还真像。哎，圣旨下。哦，这就圣旨。这就圣旨了。嗯，看书。说点书。哎，哎呀，这拿看书，说什么是什么。来，来，嗯，看看书啊。来来，你看看看你大爷。这玩意儿占便宜的谁能占呢？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这样没意思了，点意思都没有。说书。简单是真简单，难是真难。嗯啊，除了有丰富的人情阅历，也得下功夫，也得背。还背什么呀？背指的是那些城市化的东西，比如说赞儿。什么叫赞儿？写出来是称赞的赞，嗯，加一儿化音，这叫赞儿。哦，听书听赞儿，听书听赞儿，听相声听罐儿。哦，看戏看的范儿，这都是功夫。大罐儿看这盘儿。哦、手表看的大，嗯，怀表看的亮，是包子看的馅，嗯，尿尿看的片，嗨，王八看的肝，这行，您别是越说越不像话是吧？
这都得我们打小啊，打小学评书，嗯，先是拿个尺，拿个棍儿，有时候急得光给一脚，还打人，我们都这么熬过来的。天天就往上一站，背背背黄脸，我听听，什么叫黄脸？黄脸，隋唐啊，什么那个这什么秦琼范儿，应该哦，金盔金甲淡黄袍，五谷传承看甲操，护心镜放光豪，狮蛮盖扎稳牢，鱼特尾护当口，战裙有霸膝盖罩，红中衣袖团豪，五彩靴足下套，胯下马明黄标，踏山梁如平道，日夜五百刃，逍遥雅散云龙入九霄，向上瞧黄脸帽，金盔穿锦州宝，公冠平陈土高，剑与虎威严好，唯有黑髯挂柳梢，金装锏过鞍桥，上面临敌尖法高，晃三晃摇三摇，边边球将剑跑，五虎上将命难逃，杯弓带箭逞英豪，若问英雄名和姓，姓秦名琼字叔宝。好，这是脚，就这个，这是真功夫。打小背着背着，没少挨打。哦，枯燥无味，天天就这出，老背。但是到现在回头一想，嗯，感谢当年先生们，真是。小孩啊，说句良心话，你要不吓唬他，背不下来。说书啊，说句良心话，不容易。嗯，那你脑子也灵活，胳膊腿也灵活，嗯，都用得上。对，是不是啊、嗯、因为什么呢，真正往人家说手眼身法不跟唱戏是一样的。哇，那您在这倒也过了。我真的，你给我举个回，我试试看、嗯、比如说一上场打打摔木头玩意儿，说是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好、哦，上文书能讲到，嗯，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，嗯，耳听得嗖啪，怎么着？袖剑声音，心中暗道不好，分明外面有了得了，要好，蹲在，不往外就走，站在院中观瞧，一道鹤影由东望西，大英雄暗烟赤腿崩狂，苍啷啷，宝刀出鞘，是了个一杆八方藏刀师，嘿。这叫一个精神，连胳膊带腿，嗯，哪儿都用得上。那倒是，你说胳膊腿有点小问题，你干不了这行，有毛病干不了。有什么毛病干不了？咱就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种胳膊有点小问题的，嗯，啊，这老北京这叫拽子，北京话叫拽子，对，胳膊有问题。我们不是嘲笑人家，一定不是啊，啊，但我只是说，这位您要说书说不了，这有什么说不了？该说书了呗，这就。试试，到底什么意思？那演员多规矩啊！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看着老头中了报，真是中报啊，是你唱的好家伙。上文书怎么讲吗？这就入书就好办。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，忽听得呀啪，嚯！袖剑声音啊，心说有了得了，怎么着？急忙往家跑。嗯，哎，找那桃子去。垫子灵腰往外就走，好，但见一条黑影由东往西，哎，没走多远。大英雄牙关紧咬，嗯，怎么着？